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《无量寿经》44品这个经文里头有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义门。他说黄念祖注解为义门呢，是对下句中之此法而言，此法者净土法门也。义门者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也。这种讲法是与师父你讲的正好相反，所以你讲的是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是指不移不退之人，能生佛法广大义门，这两句话就是指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是广大义门，是弟子该如何理解啊？两种解法都可以，不必固执啊。那么把义门解释成84000法门也行，把义门解释为84000法门之外的法门也可以，都讲得通啊。所以不必在这里执着啊，老实念佛要紧啊。那到底怎么个讲法呢？只好问释迦牟尼佛了啊。我们都是听了释迦牟尼佛的意思，这种情形自古以来非常非常之多啊。你看许许多多经典的注解，祖师大德各有各的讲法，但是都讲得通，意思都讲得圆啊，这就行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读经研教，这老师教导我们呢，一门深入啊。我们跟黄念祖老居士学，决定依照他的啊，就不要听我的啊，你才会有成就。为什么两个人讲的有不同地方呢？你就产生怀疑，对你产生了障碍啊，这个不好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在过去讲经都曾经讲过很多次啊，一部经有很多注解，要依一种注解，一种注解里面发生困难了，可以参考别的注解，我只参考这一段，只参考这一句啊，希望把这个难处啊把它疏通啊。决定要依一家啊，跟一个老师学，这叫师承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一位同学他说，弟子如今不像初发心时把佛号啊一天念几万声，还诵经几卷，现在把修持方法了转到工作上，生活上借物待人上自觉很受益啊，在听经方面呢也很有小悟，但请师父开示将来能否有大悟处啊，了生死出三界。你要继续不断去努力啊，是集小悟啊才有大悟。这个开悟我们要知道
为什么不开悟？他有障碍。这个障碍啊，总结起来呢，不外乎自私自利啊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啊，这个是内外种种障碍，障碍我们不开悟啊。如果把这些障碍放下了，你就一定有悟处啊，彻底放下，你这一生就圆满成佛了。那么要想了生死出三界，决定要求生净土啊，这是老实话。如果不求生净土，自己要了生死出三界，那就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一定要断尽，相当不容易啊！不求生净土，自己的力量出三界。过去黄念祖居士说得好啊，在这个时代往后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啊，太难太难。真的是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，净土法门的殊胜就待业往生啊，自己修行决定不待业的啊，这个很难。这位同学问，他说：“法师，我入佛门十年了，但我一直没有受戒，啊，他说可是我一直听你的话，守戒不必受戒，啊，如果我一生好好的守戒不受戒行不行？行。”因为你守戒，你是真的受了戒了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法师传戒，这是形式，形式受了戒，你做不到，你是冒充的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佛菩萨不承认，你自己能够真正持戒守戒，佛菩萨承认你受戒啊。凡人承认不承认没关系，佛菩萨承认的，这个道理要懂。这位同学他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弟子啊，障身会前啊，想好好不起来，烦恼习气啊，这个时时啊会现行。那么修一段时间感觉很好啊，就来一些不顺心的事啊，那么这是就是总是把握不住自己啊，就毁了啊这个自己的清净的那么他说：“你曾教诲我们要深洁意趣啊，具体做法啊，师父慈悲，请详细开示。这个深洁意趣的入门就是听经，多听、多研究、多学习啊，决定不能间断。”你能够这样子累积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才会有悟处。一定要把烦恼习气放下。啊，这个第二个问题，
他说弟子到你身边来亲近你了啊，但怎么修啊，你还是拿不定主意啊，你问的是去听你讲经还是在念佛堂念佛？行结要相应，经要听，佛要念啊。如果说只听经不念佛，有结无行，很难成就。只念佛不听经，你的疑惑烦恼不能断啊，一定要相辅相成啊。我们生在现前这个时代，其他宗教常说这个时代是世界末日的时代啊，可不可能有世界末日呢？非常可能。你看这个世界上许多大国储存的这个核武可以毁灭地球十几次，现在还在继续不断的制造。这个东西制造干什么呢？早晚是毁灭地球啊，所以很有可能啊，我们生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共业所感呐、啊，好不好呢？对真修行人来讲有好处啊，逼着你呀、啊、非干不可啊，你要不干。将来这个大灾难来了之后，你堕落三途啊！啊，你真正肯干呢，灾难来了不怕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用智慧去选择。啊，所以顺境逆境。善缘恶缘对修行人来说都是增上缘啊，没有什么不好啊。由此可知，所以加功用恨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佛经要读，要了解，一定要依教奉行啊！如果在现前懒散放逸啊，不认真去干，一旦灾难临头，后悔莫及了啊！真正有智慧、聪明人、有福报的人，一定把当前的时光抓得紧紧的啊，一分一秒都不能让它空过，这个人才决定有成就啊。这一位法师问的，他说有人从九华山带来啊，带回来一本呢《占察善恶业报经》，以及占察时用的这个木轮的轮像啊，当遇到难题不好解决，如何做时啊，就用木轮占察决定结果，
这种做法是不是可以？这和民间占卜有何区别？我们信佛人能用吗？这个占查就是佛的大慈大悲，因为世间人喜欢占卦吗？那所以佛也随顺你，你喜欢我也教你一个占法啊。这个佛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啊。但是佛家讲的占法前面要有修功，这要有修行的功夫啊，你才会有感应啊。不但是占察人相，你要懂得道理，要懂得修行的方法啊。就是连我们普通看到这个观音菩萨课啊，我们从前也印过啊，叫观音签呢 啊我们也印过。印光大师在前面有一篇序文就讲得很好啊，你在求观音签之前应当一心至诚念观音菩萨圣号1000遍，然后你再抽签，签才会灵啊。这个有道理啊。为什么呢？诚则灵。什么叫诚呢？一心专注啊，没有妄念叫诚啊。1000声佛号念下去，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念掉了，这个时候最真诚的心啊，没有丝毫妄念，占卦就灵啊。你们都了凡四训，了凡四训里面提到画符啊，画符跟念咒是一个道理，心不诚就不灵啊。心不诚说有妄念啊，画这一道符，所以画符平常要练习，要练的速度快呀。啊，速度快是什么？这个笔一点下去，到一道符画完成，一个念头没有，这个符就灵。如果你画符啊，在画的当中还起心动念，这个符就不灵了。念咒亦复如是啊。啊，所以咒，古人讲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为什么？佛号只有6个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念这一句话，里面不夹杂妄想杂念，容易做得到啊。咒太长了，啊，那么长的咒念下来，如果里头夹杂一个妄想，这个咒就不灵了。这就说明啊，念佛不如念咒啊。那经呢？经更长了啊。所以你这一部经念下来说里头不夹杂妄想，难啊，不容易啊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啊这个念佛法门的殊胜啊。但是一定要懂得念佛里头夹杂妄想还是不行啊，一定要把妄想念掉啊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。真正学佛人、求往生的人不问这些，问这些干什么？一心一意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妄想啊。所以这些世间事我们都可以不必再去理会了。这位同学问啊，他说我们在家都听你老的磁带和录像带，专诵《无量寿经》已经3年多了，
现在我们要想共修一中考中，已找到一个小寺院做道场，但是三位出家师父早课持楞严咒，晚课诵弥陀经，我们居士则在另一个念佛堂做早晚课，早课48大愿，晚课呢是32到37品。请问这样分开做早晚课，算不算一个专修专弘专修的净土道场？可以。你们几个人在一起专修专弘，这样就很好。第二，居士林四楼的观音菩萨有4面，请问要如何礼拜才入法？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，任何一面礼拜都行，都一样的，不会说东边礼拜了，西面那个观音菩萨不高兴，是吧？没有这个道理，无论在哪里都可以，所以你在哪一个方，你就在哪一方拜，这个第三呢，他说我们想和老法师留影，这个可以。看看明天找时间安排，就在那个四面观音那里很好，那个地方很大，这位是林居士啊，他问的问题很简单，这人间呢，人比人气死人呐。他不懂我自己怎么样去做，哎呀，不比就好了嘛，何必要去比呢？不要跟人比。不比就不气了，我有时不生气了就好了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常常看到家中有2个黑影，要怎么处置？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如果遇到有这些事情呢，家里面最好供佛，供养佛菩萨形象，每一天早晚呢上香或者是诵经念佛。那么这个黑影如果是冤亲债主，他得到佛法的熏陶，他不会伤害你，如果是给你做正善缘的，他就来护持你的修持，所以也不必刻意去理会他，我们依照佛法做就很好。这位同学问的是，我听从你老人家的教导，每一天呢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定课30000声佛号，有时定课做不完，个日一定补全，旁人说我这样太执着了，请问我坚持30000声佛号如不如法？如法，决定如法，所以自己这个定功课开头不要定太多，以后慢慢增加了，这就是精进，因为一般我们初学的人每一天定10000声就很好，不能念10000声，念5000声也好，天天不间断，念上一段时期，念得很熟，身心愉快，有足够的时间再往上增加，不能够后退，增加是好现象，这个一天30000声是非常好的标准，
可以坚持。第二，他说平时我不喜欢与人接触啊，只愿金刚持念佛求生。如果有人打搅到我做功课，我便生烦恼。这是打搅你功课要慈悲一点，他不懂啊，啊，可以原谅他的，不必生烦恼。啊，我们用方便法的来回避就好，啊，尽可能呢不影响自己的修行功夫。第三，请问居士的大悲水应如何处理才如法？大悲水呀，要有大悲心，才会有感应。啊，如果没有大慈悲心，每一天念大悲咒，没有什么感应，那是有口无心。啊，大悲咒决定要把自己的大慈悲心念出来。真正能够慈悲一切众生，然后你的大悲水就很灵验。啊，所以念大悲水，有的念得很灵，有的不灵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没有大悲心呢，念的就不灵。啊，具足大悲心，念的就有感应，啊，有灵验。这是周居士问的啊。弟子来自中国河北省石家庄，啊，现有学佛问题啊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啊，他有五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每天早上我都念诵5000遍观音观世音菩萨圣号，下午啊再诵30000遍阿弥陀佛圣号，会不会不专一念佛呢？是否某每天要持诵一部无量寿经？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时间，你没有时间呢，你这样念法都很好。你早晨念观音菩萨，晚晨念阿弥陀佛，也算是专修，这个不算夹杂，专心，这个有时间可以诵经，诵经是明理，坚定你的信愿，第二呢是五台山刘宾杰赵居士曾参访地藏殿，现今赵居士已经出家，是托我向上人请问，是不是这个字我不太看得清楚啊？是不是问这个怎么样修行的法门呢？住在道场，一定要随众，这是规矩。如果你住在个道场，不能随顺大众修行，自己另修一个法门，这是破坏道场。这个是不许可的。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修学的法门跟大众不一样，你可以另外找道场，找志同道合的。那没有道场呢，
自己可以建个小茅棚啊，修行多好啊，决定不能够扰乱大众道场啊，这叫破惑，破惑惑身，这罪很重。第三个问题，他说有一位居士念佛时常出现各种境界，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境界的现前啊，还附的有一封信啊，这个我还没看到。世尊在楞严经上教我们，凡是修行人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功夫稍稍得力了，一定就有境界现前啊。境界现前怎么对付呢？佛在经上教我们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不要去理会它啊，这个境界是好境界。如果你要是理会它啊，起了分别执着，这个境界是魔境界。障碍你的清净心呢啊，不理会就没事。禅宗里面所说的魔来斩魔，佛来斩佛啊，这个斩的意思就是通通不理会啊，魔来了也好我不理你，佛来了也好我也不理你，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这就对了。第四个问题，在家居士早课供佛大悲水，应该如何处理？这是讲这个供佛前面这个供水，佛前供水最重要的意义是表啊，清净心跟平等心，是表这个意思的啊。所以供养具之中最重要的这个第一个供具就是供水啊，水代表清净，代表平等啊，不可以供茶，茶里头有颜色，不清净啊，所以它是表法的啊。这个供水呢，你问怎么处理啊？处理的方法很多啊，可以，我们可以饮用啊，也可以供养其他的畜生，也可以供养花草啊，所以处理的方法很多，这个没有一定的啊，只要我们有至诚恭敬心，怎么处理都好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自从阅读往生论后，不再想出门与外人呢接触，只愿在家中静修念佛，也不愿与他人闲话家常，
执愿听闻净土法门，是否太执着？如何能恒顺大众？初学执着有好处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功夫还不得力啊，要着重啊修持。连儒家都常讲择善固执啊，所以初学应该要执着啊。到什么时候恒顺众生呢？自己稍稍功夫有一点得力了，不会受外缘影响，不会受外面境界诱惑，就可以恒顺众生啊。如果我们见到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诱惑还会起心动念，你一随顺不就完了啊？自古以来多少讲经的法师啊，在讲台上讲经说法度众生呢，没有几天呢被下面众生度跑掉了，自古以来就很多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定功啊。啊，我当年学教啊，那个时候三十几岁，李老师就限制啊，没有到四十岁决定不可以到外面去讲经啊。四十岁之前讲经呢只能在台中联社、台中慈光图书馆啊，自己家里头练习，不可以到外面啊，就怕外面的诱惑受不了啊，就堕落了啊。这也是老师对于学生的爱护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自己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啊？经不起呢，保守好啊，固执一点好啊。这个讲经的法师们要特别留意啊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，就是常说心静自然凉啊，这个静是清静啊，经常冲水淋雨啊，坐在冷气里面都会感冒的人，是否天生汗腺发达，还是他的心境起伏太多？个人体质确实不相同啊，这个很容易见到的。有些人怕冷，有些人怕热啊，这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体质不一样，个人业报不相同啊。啊，那么新加坡这个地方是热带啊，温度啊平均都是在30度以上啊，所以在这个地区这个冷气几乎是一年到头啊都开放的。如果在北方啊，夏天冷气，冬天就开暖气啊。可是真正这个身体健康呢，它不需要这些啊。那么这种人太少了啊，所以我们也要随顺大众啊。那么现在由于生活水平呢提高了啊，讲堂念佛堂都是冷气开放，没有冷气开放大家不来了啊。
所以我们样样啊都要随顺。啊，那么太冷了怎么办呢？我们衣服穿厚一点就好嘛，不能够妨害那一些怕热的人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堂里面，诸位能看到，有的穿得很薄，啊，一件汗衫，有的人身上还要包几个这个毛巾的，啊，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的。这是天津王同学问的，就是共产党员如何学佛。首先要对佛法有认识，认识之后才知道佛法是生活教育。它是不分国家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不分行业，当然也不分政党。它是智慧的教学。那我们要问呢，我们要不要求智慧？啊，这个里面呢教导我们求智慧的理论与方法，唯有智慧开了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佛家讲普度众生，这个度就是帮助协助啊，诸佛菩萨普遍协助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他帮助我们什么呢？帮助我们认识人与人的关系，帮助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第三个，帮助我们认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这是佛经里面的术语。那么现在共产党倡导的无神论，我们就不讲天地鬼神。天地鬼神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呢？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，这个他能接受，名词换一换就行了。我们古老的名词叫天地鬼神，现在科学的名词叫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。这是说明说我们要认清楚，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在我们生活行为方面，佛教导我们如何去断恶修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圣，所以它确实是非常好的教育。这位同学问的是，道场里有放生鸡，这个鸡下的蛋拿去埋掉如法，不如法，还是拿去卖掉？去买香油，让鸡也种福田，可不可以呀？可以，你想得很周到。道场里面有放生的鸡，要注意。只注意一桩事情，公鸡跟母鸡分开，不要在一起养。这个母鸡下的蛋没有生命的，它不能够孵鸡，这个蛋可以卖。如果呢这个公鸡母鸡养在一起，这个蛋是有生命的，
你卖这个蛋也是杀生啊，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弟子对于基督徒的家人对佛教不礼佛等诸多意见，是否应以默然回应？啊，可以。啊，你有能力呀，要给他讲解；啊，没有能力呢，默然行。啊，不要跟他起争论。啊，这是他不能够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那像在新加坡呢，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许多这个天主教的神父、基督教的牧师都在读佛经。啊，他们都在求学，都想了解佛法。啊，这是好的。这位同学问的说，他有个孙子在大学的时候，学校啊就会养小老鼠啊杀来做实验，现在参加工作还是这个样子，不知道怎么办啊。他又没有信仰啊，每月给我50元，我都给他做功德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很好，你每一月把这个50元给他放生啊，最好了。啊，他现在是不晓得啊，这个杀生的业很重啊，啊，最好不要从事于这个事业啊。这个杀生里头，尤其是堕胎啊，堕胎的罪过比什么都重。堕胎是杀人呐，啊，那个冤冤相报啊，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你这个母亲怀孕，你怀的这个小孩，这个小孩为什么会到你家来呢？跟你家都有因果关系。啊，这佛在经上讲啊，啊，小孩跟父母的关系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，这四种关系。没有这个关系他不来，如果他来报恩的，你把他杀掉了，将来下一生借了冤仇，下一次来就报仇了。如果是来报仇的，你把他杀掉，好的，仇恨更深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。所以决定不可以堕胎啊，这个是学佛人不能不知道。这位同学问的是，法师讲一门深入，只读一本《无量寿经》。他说，我读了几年，家中时常有一些烦恼不安宁，别的同学劝我念《地藏经》，啊，我始终坚持诵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可最近呢，我每一天呢坚持念《无量寿经》，另外发心呢又诵《地藏经》。感觉家中啊安宁很多，这样几次我都感觉到很好啊，这样是否夹杂？这个修学有正住双修啊，我们一心求生净土，以无量寿经念佛作为正修啊，用地藏经作为辅助啊，可以，这个不算夹杂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自己的业障习气太重，地藏经确实能提醒我们啊，让我们自己常常能生惭愧心、忏悔心。
对于修净土不但有很大的帮助，肯定能够提高品位，都有好处的。这个同学问的，所以学佛以前，他说我很受人尊敬，大家都欢喜我，特别是人常常夸我懂事善良，说看到我都会起欢喜心，我也常常帮助弱者，父母说我是个孝子，可是进佛门以后，我真心为师父护法，按师父教导去做，可是我用心去做善事，也不能被人理解，常常被人误会。如今我烦恼不但增加，心里常常流泪。这个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。那这样看起来还是不学佛的好啊。学佛学错了，你应当好好的检点，学佛是不是学错了？凡是学佛会出现这些问题，你应当多想一想，或者理论上出了问题，或者是方法上出了问题，或者是在境界上应付的不恰当，才会有这些问题发生，否则的话，学佛所得到的效果啊，决定是正面的，一定是很多人欢喜你，很多人赞叹爱戴你，如果社会大众家人都给你起反感了，你就好好想想，学佛有问题了。你把问题这个问题找出来，将问题消除，就能够恢复正常了。这一位同学问的是：因信佛人修得不如法，使家人产生一些烦恼，谤佛谤法，用念佛方法忏悔。是否能忏悔掉？学佛而遭一些人毁谤，在现前社会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。什么原因呢？佛教被社会大众误会时间太久了，有一定深的程度。我们今天提倡佛法，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来得艰难，相当不容易。那么佛法，这是寺院庵堂出家在家的同修所表现的，确实不如法，也应该不如法。怎么说他应该不如法呢？他虽然是学佛了，只知道天天拜佛，求佛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，他所造作一切的恶业呀，希望都不要有恶果报。他拜佛学佛的目的在此啊，
究竟什么是佛法，他不懂。经没有读过，没有去研究过。这样的佛法怎么能被社会大众尊重？我们看到很痛心呐，但是我们明白了啊，知道真正的佛法，现在社会里面消失了。社会里面那些佛法是变了质的，不是如来正法。如来正法在哪里？在经典里面。我们要从经典里面去找真正的佛法。那我们不应该灰心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鹿野园五比丘啊，五个学生一个老师，把佛法兴起来了，传了几千年了。我们今天也能够找到个五六个人呢，也可以把佛法兴旺起来。佛法利益一切众生啊！佛法是善中之善。能学佛的人呢，是福中之福啊！我们要做出来给大家看。要有耐心，不能操之过急。我们今天认真努力在做。佛法什么时候能兴旺呢？也许在底下一代，也许在更后一代。大魔到中国来传持佛法，到第六代才兴旺啊！到第八代才结果啊！那么有耐心怎么行呢？我们绝不能指望在我们这一生就能看到效果啊！这个操之过急，这是错误。我们这一生呢，下种子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对社会第一桩事情，就是要把佛法什么是佛法，向大众啊说清楚、说明白，认识佛教。修正社会大众对佛法的误解，这是第一堂课啊。误会消除了，他对佛法产生欢喜心了，慢慢再来啊，一步一步的来介绍，来帮助大众学佛。那么今天在这个世间能够信净土的人，发愿求生的人，认真念佛的人，人数不少啊。这个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现前，非常可贵。佛说这一类人叫根熟众生，我们要帮助他断疑生信，加强他求愿的这个愿力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！没有信心的人，帮助他建立信心；对于误会毁谤的人，我们帮助他认识，消除他的误会，消除他的毁谤，这样就好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当。